家好，我是绿眼镜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。可以在未来非常多的游戏直播、杂谈直播、影片首播，刷各种不同的贴图，以及能够决定未来影片要拍什么。想要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，就加入吧。我们叫多少钱 ？Z600 嘛，然后这100，100，然后一个200，对不对？刚好哇，漂亮，会点1000元是他给，耶、yeah ！当也可以当一部，当然了、啊，什么都可以当一部片呢、啊。频道规划。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一代，它下面那个是机油，哎，吃起来有一种化学感。之前叫什么？我们现在人位在关纳尼亚，关纳尼亚有歌吗？还有关纳尼亚，吃喝玩乐关不完，每一首歌都可以这样接。这件是你查的哦。哦，蛋不错哎，九层塔蛋还不错。它一个是什么？鸡虾什么？就是溪里的虾。哦，溪里的虾子，不用剥整只，不用剥来吃，它可以吃。鸡虾达人，各位，这是我们溪虾。太小只了吧？蛋好吃，我要吃蛋。等它给，希望比上次车坏掉的时候在新竹吃的好吃。哦，来来，溪虾来了。干，我以为跟樱花虾一样，那吃不掉。哦，好上哦，整机上一次那件真不行，礁溪那一个就可以，72小时不用手机那一部，那是礁溪嘛，反正是宜兰，宜兰那一只不错，车坏掉那一只不好，还吃过什么？台北叫的那两只是都普通，我们看关子岭有没有漏气，好，整箱狗蛋对。先吃皮哦，赞。我感觉光这个皮就已经击败那个新竹，因为新竹那天皮不脆。不错哎，它那个有点酒味哦，不错吃这个。那你要给它三颗星。刚看到评分有写这个最好吃，那给三颗星。超严格的，这个汤过关吧？特别开来要过关哦，过关之灵哦。哎，它这笋汤没有什么笋子味，那个鸡油汤味。不是炒高丽菜剩的，其实有点像，只是反正炒高丽菜的那个油味更油味。我这边就在吃，你这边丢过来，是不是想走回去啊？没过，真的想不起来宜兰的味道。有温泉的地方就有鸡，好像是这样哎。宜兰礁溪有它给，都在山上吧？有温泉的地方在山上啊，就养鸡啊。北投好像没有什么汤阿给，哪有人知道为什么北投没有汤阿给？还是为什么温泉地都有汤阿给？那北投为什么没有？北投地比较贵。哎呦。提出这个观点好像有机会，是你的地才不要放鸡啊，这是你的鸡就好了吧？你要把它围起来吧，你要围一个区块让它跑，不要跑太远哦。多点钱回来了。台湾还有哪里有温泉？绿岛放岛鸡，真的有放岛鸡，把一只鸡放岛了。资本感觉汤阿哥，感觉有山就可以有汤阿哥啊，所以有温泉的地方一定有山，就会有汤阿哥。资本感觉有汤阿哥，这马干汤阿哥，有山就有鸡嘛。那你叫北投，北投没有，来揭晓，唯一同汤啊，真的有哎，但它是唯一，所以代表它不是很热。他直接就是在店旁边直接刮好清洗澡，北投就比较少了，可是还是有。我刚吃到一块不知道什么的地方，很好吃的肉哎，它不见了，它的皮真的不错吃哎，鸡皮骨。好，来鸡皮骨，鸡皮骨就看起来比较有点，它的好像粽子哦。它没有皮骨的味道，但它有卡中的软度呢。它干净了，那它是哦，你是把手机当盘子哦。鸡皮骨不错，它真的没有皮骨味，它属于油脂比较多的感觉而已。这一只没有在运动，没有啊，屁股本来就没有什么在运动吧。我刚有吃一小口，腿还行啊，但我觉得皮不错。可是皮就跟这只鸡没什么关系了吧？皮脆不脆应该是做的方式，不是鸡本身。他也不知道它未来会不会脆啊。他进汤啊那一刻他也不知道，是先死掉再进去还是？啊，对，要拔毛，鸡拔毛啊。叫什么？我不敢吃哎、欸，我不敢吃啊，鸡头没有鸡体，在这个鸡头的淫威之下。鸡头到底要怎么吃啊？它很凶哎，先吃皮啊，就跟其他地方的皮都差不多啊。那它怎么吃啊？鸡冠可以吃吧？我觉得鸡冠是可以吃的。哎，很咸哎，鸡冠可以啦，因为像零嘴哎，是它的机会啊，机会，给你个机会，咬不太下去了，味道都一样啊，其实有点苦哎。鸡眼来，它没有办法挖出来啊。我听过人家吃鱼眼睛，我没有听过吃鸡眼睛的。好啦，我真的不会吃。我们那赛下面留言，未知的留言。鸡脖子，鸡脑脖子。比鸡头好吃，它皮也比鸡头好吃，而且它有肉啊，最好肉可以吃到。最后的鸡翅，而最好吃的是那个吗？蛋其实蛋也不错、啊。
吃完了，好吃。我觉得皮，它身上的皮其实不错吃，然后肉有酒香味，身上的皮比头皮好吃。但我觉得也比鸡翅的皮好吃，比较香。还有什么位置啊？鸡屁股啦，鸡屁股，鸡屁股 ，OK。因为通常吃他给的鸡屁股都会有一种很重的那个皮骨味，就会有点略恶心。刚吃那吃起来就是油脂，还好不会恶心。地下擦干净。来，我来帮你擦屁股喽。然后擦完之后就放到 on 里，不行啊，好像要先除毛，先放血吧，要放血来拔毛。哦呦，你很会哦，鸡拔毛大师。然后热水给泡温泉，真的假的？你要热水下去你才好拔，我阿妈都是这样弄的。所以温泉妈妈解答啦。对啊，帮他泡温泉的时候比较好拔毛。OK， 大家学到了哦，错的话不要怪我。对，我们就是乱讲，这也没什么好学的。说不定真的可以试试看。我帮你有观众想当 NG 了，说不定变更好吃。先泡过温泉之后，有一点温泉味。那你还可以先泡鸡，就在旁边跟着一起泡，培养感情，感情先培养出来，再把它杀掉。你直播一组，跟你越好，你就变越强。这样1000块是不是？完美完美，又是一部大家吃鸡的影片。今天叫什么？竹毛是不是？台南市白河区红叶隧道前，它的地址好酷哦，它的红叶隧道前呢，好酷哦，哇，厉害，它连地名都厉害。好啦，吃饱啦。我们今天探讨了什么？鸡皮骨，还有为什么他给旁边都会有温泉？我们探讨很多深入的话题，深入他皮骨。哎，我刚没有特别找他的洞，算了，不要聊了，就这样。我运动半小时，218大卡，一包鸡块295.9大卡。就我刚到底干嘛？而且我现在手会发抖，超级酸。大家多运动，然后吃健康点，完全没有说服力。现在4点多，我们刚去吃了一顿。你用什么看时间的？我用 V1 看时间的。哎呦，我们刚去吃了一顿，我觉得那个摩斯那个热量要补回来，所以我决定再挑战一次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次我就不记码表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太赶那个时间，所以才得那么少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整个练完之后休息一下之后，结果目标是10分以上。没有10分，当场把手表丢在地上踩烂。如果我有10分的话，这段就可以剪进去啊。没有10分就不用。那个点当我的 money point 点。45度对。慢慢来，有没有？哎，是不是不要急嘛？哎，三分！我记得球速已经比三多了。Money ball！ 啊！来 ，Money ball 点来 ，Money ball 点。好，最后面包。你知道这里看面包很明显吗？6分啦，可以比 Michael Jordan。Money ball， Money ball， 没有风，完美。那个3分的，是我拿手的。They do have a timeout， 再不上一 free。